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厉害了我的小哥哥们，他们奇招百出，竟变洋相出镜。爆笑成语接龙，连学霸王源也招架不住。含数字的成语，百万英镑。你最近很缺钱，真是本书。下一个不要跟金融有关好吗？百万富翁，千万富翁，亿万富翁。百里挑一，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。我竟挑不出你的毛病。王的排名表，这也猜得中，才算你厉害。所有题目的唯一的正确标准，由这个王座上的人来决定顺序。但是这个王座上的人也是会轮换的。下面一位王，杜海涛。啥子？你表刚才的，我表刚才的一切。啊！娜娜，你不参与这个排名。你随你便，你走开，你让开，让开的。K.O. 来，王坐一下。Yeah.跟我们说说看此刻的心情。舒服。杜海涛最想和对面的谁交换人生？会有十八铜人残酷惩罚，谁在下游谁遭殃。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。他好高。二十周年全新企划，不好意思让女人见到高潮。红队，红队。这漫天风沙里绕着你圆圈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更有往日情怀经典重现，难分高下。究竟哪对小哥哥能笑到最后？